神，今晚8点直播间见。好，8点见。齐总，不好意思，太着急了就没敲门。没关系。有什么事吗？哦，那个配音那边已经给白鹿那边发过去了，但是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反馈，所以严哥那边想让我过来问问您的意见。那中午一起吃饭吧，正好边吃边聊。嗯，不用了，我下午再来吧。 啥子？中午一起吃饭哦。那个，齐总，要不然我们还是边吃边聊吧。你不是最喜欢吃牛排吗？不用了，齐总。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不要叫我齐总了。那我要叫你什么？齐战吗？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以前就这么叫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而已。软软，其实我…… 我不知道你今天到底什么意思，我也不想参与。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该注意的地方，比如说林失落。软软。 到家了吗？啊！你真的不再去争取一下吗？也许他愿意跟我们走呢。 也许这里有他留下的理由，所以这2年你们并没有在一起。那又如何？这次我绝不会再放手了。 喂，大神。阿芷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刚刚睡着了。 那就好，我看8点了，你还没上线，以为你有什么事儿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是我耽误了点时间。对了，大神，其实有件事。嗯，什么？大神，我们准备办一个线上的回归歌会，想邀请您参加。之前让莫如玉去邀请过您了，但是你把她拒绝了。 我这边还是想争取一下，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冒昧，但是我还是很想争取一下。可以啊，你答应了？当然，没问题。那为什么之前小莫邀请你的时候，你把他拒绝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跟那小子不爽而已。你邀请我，我肯定要答应。小莫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要伤心了。但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吧？其实。 也不是不开心，就是心里很乱。最近遇到了太多事情，好像都不是我能处理得了的。嗯，比如，大神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那个声音跟你很像的朋友吗？他回来了，有点熟悉，但更多的感觉是陌生。还有莫如玉，我只是把他当朋友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他向你告白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从你的语气不难听出来。其实很多时候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不如勇敢一点，也许会有什么新的可能。对哦，我想那么多干嘛？我应该尽快直播涨100万的粉丝，自己开工作室远离他们，不是什么困扰都解决了吗？哼，大神果然是大神，一句话就能把人点醒。润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大神，我这里好了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可以连麦了。 Hello， 看得到吗？大家，今天又来跟大家直播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神秘的来宾，他就是李兰公子，让我们欢迎他！呱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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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 ！OK， 让我们来跟李兰公子连麦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兰公子。李兰大神已经来了，让我们再次欢迎李兰大神！哇，弹幕刷的好快！ 我看一下，大家今天想听我们配什么呢？海绵宝宝，李兰大神这边 OK 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嘿，海绵宝宝，我们一起去抓水母吧。对不起吧，大勋，我今天要上学，不能跟你去抓水母啦。如果你去上学的话，那我今天该干点什么？ 我不知道啊，我平时去上学的时候，你都会干些什么呢？等你回来啊。严哥，阿芷，严哥，我可太难了。让我看看大家都说什么啦。让我看一看。阿芷小可爱说想听用阿离的声音念程咬金的台词。哇，原来现在美女都这么重口味的吗？让我想一下。 程咬金的台词：“人类需要有强壮的身体、肌肉和灵魂。”好了，那阿芷今天就先下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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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么。我差点被你吓死！我想喝水。Fabiot Abkap Titan。傻子，你不是耍赖吗？我都念停止咒了。阮芷，你一定要躲着我吗？虽然我知道可能性不大，但是我还想争取一下。没有想到我会给你造成困扰，真的很抱歉。你别这么说，小莫。你能喜欢我，我很荣幸，也很没有想到。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心动的感觉是吗？原来说出来也不是这么难。 其实我不想勉强你，我也不想因为这个成为你的负担。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让你很不自在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忘记我说的话。小莫，你很好。你不用给我道歉的。 其实我这两天想明白了，比起你一直躲着我渐行渐远，不如我们做回朋友吧，没有负担的那种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嗯，不然我不是亏大了。谢谢你，小莫，真的。 看到你也不想见到他，我就特高兴。我觉得，哎，齐总早。阮芷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 我从一开始就不该来上班。我要是不来上班，就不会遇到欺诈。我要是不遇到欺诈，我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喏，嗯，给你的。这是礼物，给你的。不好意思，齐总。 请您收回。这条项链的主人应该不是我吧？白鹿的那部剧，交音上去，剧组那边很满意。这算是给你的奖励。奖励也不要吗？嗯，你干嘛？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。莫如玉。 当然不是了，我早就有男朋友了，所以我才拒绝小莫的。是谁？是，李兰公子。你咋了，涛涛？ 我完了，啊！我跟你说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齐战说，既然大家都认识，不如就约出来一起吃个饭呀。反正大家也都认识，而且大神进来这么久了，还没有跟大家一起吃过饭。我是他女朋友，这点面子他不会不给我吧？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那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给。哎呀，你这塑料姐妹花！ 不光不夸我，你还笑话我，那有什么嘛？你约不就完了吗？约呀、啊！过来、从来没有人见过李兰公子的真面目，你随便找个人替代李兰公子不就好了吗？哦，聪明，对吧？喂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嗯，好，明天见。不好意思啊。 这么匆忙的把你约出来，没事儿。不过阮小姐倒是比我想象中漂亮了很多，也不算白来。嗯。不过阮小姐，你不要觉得我说话直接啊，我也是想我们彼此坦诚一点啊。想必你也清楚，以我这条件嘛，还是可以找到更好的。 是吗？其实，你昨天约我的时候吧，我还是挺犹豫的。要不是我妈一直要求我过来，我想我是不会过来的。听说阮小姐您是做网红的？嗯，对。那肯定不行。阮小姐年纪也不小了，成天要在外面抛头露面的，这在我们家。 肯定是不太可能接受的，而且我妈说了，女人不需要去外面工作，在家做做家务、照顾老人、带带孩子就可以了。感兴趣的话呢，学习一点高雅的艺术，尤其是像阮小姐目前的职业规划也是可以的。至于工作就没必要了。嗯，我想您可能是有点误会了。而婚后的话呢，其实我个人我是很赞同二人世界非常重要这个观点的。 我妈年纪大了，我实在不放心让她一个人住。我妈住一起的话，也可以给你搭把手，但是你可别指望她帮你带孩子，毕竟那是我们年轻人的事儿。我们年轻人要孝敬父母，还是你带。啊，倪先生，我觉得您是不是想的有点太远了？不早了，阮小姐，其实我是无所谓的，但小姑娘来说，青春也就这么几年嘛。你要知道，女人过了30。 那可是挑剩下的了，不值钱了。要知道，阮小姐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以我的条件嘛，还是可以找到更好的。挑剩下的了，不值钱了。现在还有人拿年龄来衡量女性，你可是来自原始社会吧？哼，他谁呀？我是阮芷的男朋友。我妈果然没有说错。 你们这些做网红的嘛，品性就是有问题，有男朋友还出来相亲，过分不过分啊？纯粹就是个骗子！怎么说话的？我做什么职业跟你有关系吗？倪先生，你这么喜欢戴有色眼镜看人，出门之前怎么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啊？我还真是很感谢您看不上我，不，我是很感激你全家都看不上我。 因为被你看上，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种侮辱。我再补充两句：一，行业不分贵贱，各自凭本事吃饭；二，男女平等。如果你只想做一个离不开母亲的巨婴，但我希望，至少你母亲教过你什么叫做尊重。账我结了，走。你们。对了。 以后穿西装，把标牌剪了，是阿玛尼，不是阿莫尼。齐战，嗯，对不起啊，我骗了你。我知道，她不是李兰公子。 是，李兰大神，怎么会是这副模样？哎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哎，是，李兰大神是我男朋友这件事情是我胡诌的，所以我不好意思让他过来冒充我男朋友。但是我妈刚好给我塞了一个相亲对象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拿他来滥竽充数了。所以。你宁愿和这个奇葩相亲，也不愿意考虑一下我是吗？是啊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来跟这种蠢货相亲吗？我至于这么劈头盖脸的被人一顿羞辱，还要被你这种始作俑者指责吗？是啊，我是骗了你。 可要不是因为你明明有了林失落，还总是对我说一些奇怪的话，对我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我至于这么处心积虑，就是为了避开你吗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对，我很讨厌，我讨厌你狂妄自大，讨厌你自以为是，讨厌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2年前，你明明和林失落去了国外，为什么又一声不响的回来了？为什么总要在我身边做一些暧昧的事情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但是你这样真的会搞得我心烦意乱，我很讨厌这种感觉。喂，喂，大侄子，在干嘛呢？林失落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别这么叫我。你这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我前2天回了趟家，你妈让我给你带了点东西，我怎么给你？明晚我会去趟北京。这样吧，明天中午你来一趟我公司。 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最近上下班可得注意安全，哎，特别是你们女生啊，太危险了。好呢，严哥，我们会注意的。严哥，出什么事儿啊？阿芷，你还没听说吧？哎呦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最近出现了跟踪狂。是啊，专挑下了夜班的落单女生下手。昨天小吴就差点遭了殃。嗯，还好跑得快。好在人没事儿，吓得不轻，已经报警了。嗯。 齐总就给他放了几天假。嗯。阿芷，我说话你听进去啊！啊，直播室注意安全，下班。齐总早。哎，齐总，出差啊，齐总，来。齐总，以软芷的能力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可能是最近忙于直播，时间上有些掰不开啊。那白鹿配音谁来做？哎，是您说的对，就算是直播也不能把本职工作丢掉，对吧？看我回去好好敲打敲打他。时间宝贵。好的，齐总，您消消气儿啊，我把他找来。干什么呢？快点儿，让齐总等一天了。哎，严哥，齐总今天不是要出差吗？怎么还有时间过来开会啊？哎呀，说下午才去，赶紧，别墨迹了，快！哎，那个严哥，我肚子稍微有点疼，要不然我就……嗯，肚子疼啊？疼死你！快点！齐总，嗯，在这之前，我想知道原来是花南城啊，为什么进度这么慢？ 白鹿配音的事情是有什么困难吗？那个齐总没困难，齐总，阿芷的质量一直是很有保障的，只是这一次白鹿的戏份太多了。我不想听理由。下班前务必把前20集配好，并且给他的经纪人送过去。 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齐总肯定送过去，是吧，芷？不专业就是不专业，上嘴唇碰下嘴唇，张嘴就要20集，他以为这么轻松的吗？等着吧，等我粉丝够100万，第一件事就是跟他划清界限，分道扬镳。哎。 会的事儿，是不是还得再跟山之开个会啊？我看你天天加班直播，身体吃得消吗？我也不想啊，但是我现在住的那个小区一到晚上就网络爆炸，根本没法播，所以只能在公司播。你看你这副晚娘脸，难怪人家软软只愿意跟小鲜肉一起吃饭，都懒得理你。 跟你没关系，你就这么一层窗户纸都捅不破，你当你在演韩剧呢？你看你，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不说话，你要是真的撇不下脸去解释，我帮你去说啊。嗯，哎，齐让我话还没说完呢。 不吃了，去哪儿啊？去白鹿公司送配音。是个新的 APP， 点这儿下载，可以一起唱歌，一起游戏，很多漂亮小姐姐呢。嗯，这个。嗯，才下载。听说附近开了个画展，现在活动不要门票呢。嘿，干什么呢？啊？ 刚和你们说就忘了，特别是女生，别加班，结伴而行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魔头特别变态。哎，对了，阿芷没有回来吧？这个点儿他应该直接回去了吧？这2天他忙着直播，不会回来加班了吧？对啊，我中午的时候听他说今晚会早点回去的。走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刚看到一个新闻，东城那边又一个变态狂被抓了，还带着凶器呢。宝宝们，我已经到公司门口了，很快就好了，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啊，我现在就上去了。谢谢软纸最可爱送的花花，欢迎柠檬精来到直播间，今晚我会跟大家直播到10点哦。 全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全世界只有你能让我心潮澎湃。愿和你在时光里和生命之外，永远都不要分开。 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这一生尽全力，将缘分的花灌溉。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的安排，一切都是因为爱。